今天明哥再试试一个锦绣大花龙啊，这个花龙是6斤多，吃老贵了的呀！哎呀妈，这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大大花龙啊，长不长？跟明哥的大胳膊比一下，哎呀，啊，长不长？够大吧？都别说了，这是我半年的那个零花钱没了。哇塞，这大肉！哇塞，太爽了啊！啊，哇，好嘞给，来虾线给它揪出来，这大虾线赶上手指头粗了，嗯，哇，啊，来一口，你们先来一口，明哥来了啊！哈。嗯嗯，真是那个啊，嗯啊，大口的吃太过瘾了啊，嗯嗯。他这龙虾尾都赶上我胳膊长了，比我胳膊粗，哈哈，太过瘾了！哎，花了我好几千这一只龙虾，哎，嗯，剩下这尾巴明哥得蒸熟了，行不？蒸熟了给媳妇留着啊，我就告诉他我没吃，你们谁别说他也不让。